是啊，今天又到货了。旗舰，不是十件吗？我们是旗舰，有20件吗？你去说嘛，说。这是从永康那边发过来的20件货。你又说7件，现在又说20件。我7件是下面有7件，哦，加上这里加起来就27件嘛，等于要点加数嘛。嗯。物流单来了。看上你这个2现货多少钱啊？收费。200块钱运费啊？啊，20件货，200块。一件10块钱，很便宜啦。这物流也挺赚钱的。该准备打包吧，这么几十张单这里。这是昨天晚上是醉鹅那次打包回来的，放冰箱里面都，哈哈，精彩吧？怎么了？今天中午就吃这个吧。嗯。双眼开始把它解冻。啊，对。去哥，饭做好了，吃饭了。去哥，吃饭。什么菜啊？今天？就一个菜，那个鹅肉炒那个丝瓜，鹅肉是昨天的，打包回来的。吃饭吧。吃饭。哥，最近两三天，我跟你说个事啊。什么？我们订单量是断崖式下降了，由之前的200多单下降到目前每天就70-80单。70-80单啊？啊、哦，你心慌不慌啊？我没关系，我准备去周一去找份工作，去上港那边面试，3000块钱底薪。加提成。做什么工作？催收，之前做过的，就是信用卡催收嘛，就是、嗯、就是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催你这种人欠债的还钱。底薪加提成啊？嗯，3000块也不行，不包吃不包住。买社保吗？买。我也周一就去那边面试嘛。嗯。然后到时候现在疫情那边已经好了很多了嘛，可以去了嘛。嗯。应该没有黄码出现了嘛。是在广州吗？香港肯定是广州啊，难道去哪里？那小心一点啊，香港属于海珠区。我知道。海珠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封的。要和你去打包，我不让你打包了，我去找工作。嗯，你现在单也没有多少，我就不帮你打包了。你不可能你中途又退出吧？你中途退出？我工资？那你订单？我工资照样给你啊。2000块钱，2000块钱，我那次去还3000呢，还有提成呢。3000提成，你算一下来回的路费，还有你去到那边，你是不是要叫外卖呀？外卖现在很贵的，随随便便叫个外卖，每20-30块钱，搞不下。20块钱一个外卖。嗯，吃的又不健康。你这还不是我自己做的。是啊，健康一点，又可以节约成本。你的意思说白了，就让我做你免费当你的煮饭阿姨，我还不上当。什么叫免费的？那不让，那好像你自己住你就不用做饭一样的。那不一样啊。有种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嗯。那你又结婚了吗？早就要肉翅膀好长啊，鹅肉翅膀。是啊，那你以后结婚了呢？难道不煮饭了？以后是什么时候再说？全部点外卖。以后是什么时候再说？拿个几斤装是骨头吗？那你夫妻之间还计较这个？拿个纸巾装上骨头。那你既然你想去面试，那你就去了。嗯。看一下情况了。嗯。
是的，现在电信诈骗公司多，去的时候看是不是诈骗公司啊？怎么可能诈骗呢？诈骗公司人家早就被抓了。不一定的，有些是披着黑色的外壳去诈骗你们这些人的。自己活这么多年，醒悟点啊，别被骗了啊！让你交钱，你就不要去交啊！有什么情况，马上。只是面试，面试看一下情况下。那有些权限组织也面试，面试，然后就把你给软禁了。你不要想着这个社会这么黑暗好吗？要不要陪？这是在一线城市耶。要不要我陪你去啊？我陪你去吧。安全一点，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。你是一个赚大钱的人，还是不要这种大人物。不要给我戴高帽。啊、嗯。赚大钱，现在一天就80来个单，赚大钱。我都不好意思叫你大人物去浪费时间，因为时间就是金钱，我又赔不起。现在不是没单吗？现在不是外部环境吗？导致的没有单吗？不可抗力吗？嗯，我有时间了吗？我就陪你去面试一下。嗯、不，我这个事情还是我自己去处理吧，不想麻烦你。那既然这样，那你自己去吧。嗯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嗯。你这块又不吃了呀？那个是皮呀、啊。皮也能吃的，皮浪费。那么矫情，那么挑剔，到时候连皮都没得吃了。最近你哥有没有联系你啊？还好吧，有时候偶尔发个信息给我。你哥他们哥现在在干嘛？嗯，我哥我爸帮他找了份工作。嗯。在茂名上班。回去了，做什么工作？烧锅炉。烧锅炉。嗯。子承父业。工资高吗？5500，包吃包住。伙食非常好，天天有个三菜一汤，两肉一素。那可以的。嗯。大家又近，又可以随时回家看老婆。嗯，还可以，5500在茂名，又不用就有，生活上什么花费，又不需要不抽烟不喝酒嘛。我就希望他明哥能干久一点。他可以干个二十。存点钱，因为他老婆快预产期了，小孩一呱呱落地，各项开支就来了。不能再躺平了。那祝你面试成功。嗯。